全部马匹准备妥当，七场赛事三班千二短途赛人际杯一枝独秀大热门，系一准备。好，嚟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前面快闸嘅马咧，见到就外边位置有呢只咧六三嘅年年有型啊，中间六三第二位就天天同乐啊，埋边啊风采人生第四位骏马为五啊，第五位灰马就德萨斯啦，后边四只分别有白三、尾四系球星啊，尾三外边超霸性啦，尾内兰新若飞啊，暂时殿后咧系嗰只加菲凡嚟噶。好啦，转紧弯嘅时候啦，前面年年有型放啊。接嚟咗大概有一个身位到啦，跟住第二位就天天同乐啊，内兰第三，风采人生骏马为五就第四位啊，后面个五匹马啦，德萨斯啦，白三，尾四系球星啊，后面三只超霸性，尾二内兰咧就系新若飞啦，包咗落尾嘅马仍然系加菲凡嚟噶，好啦，正正直路啦，年年有型占先半个身位到啦，见到天天同乐就追紧佢，后多层嘅马啦，有骏马为五拐埋一边啊，唔好转脚南蛮走嗰只啊，出边追白三有球星，灰马系德萨斯嚟噶，好啦，最后200米到啦，天天同乐一俾落去就有啦，外面追上嚟好劲喎，只球星最后100米到，天天同乐抛嚟一个身位，球星越逼越近，接近终点，外边冚上嚟，球星赢啊，跑第二名埋边，天天同乐啊，第三名咧有外边嘅德萨斯。出面追上嚟超霸性，入面臨門有啲力弱係年年有型啊，咁以為勝利在望嘅時候天天同樂，但係球星外面扭兩扭就已經衝上嚟啦，第三名德薩斯咁埋邊年年有型，出面追上嚟呢咁仲有一隻紅衫一隻超霸性啊，仲以為回咗十倍啊！臨尾一開走下得5.8倍嘅啲球星啊，咁啊嗌到啦，後上勝出啦，跑第二名一號嘅天天同樂啊，潘頓啦，第三名四號馬德薩斯，咁啊楊明倫啦，第四名咧九號嘅年年有型潘明輝。哇！好犀利嘅球星，一陣風咁吹上嚟，陽光勇士贏啊！細佬都真係球星，一樣一出即勝，咁貴。千二短啲都冇問題啊！大声搞到只马都惊啊！气势都打一打，啲雀仔全部飞走晒啊！好响啊，因为真系我都吓一吓，成个弹起咗。只马喺个睇下只马有冇吓亲。系啊，好啦，我哋睇下预计派彩啦。跑第一名系二号啊，球星啊，独人派58蚊，位置派14.5。跑第二名一号嘅天天同乐，位置派11.5。跑第三名系四号啊，德萨斯，位置派69.5。连人位一搭二派33蚊。二重彩啦，二号、一号顺序派145蚊。三重彩二号、一号、四号顺序派1497蚊。单贴派260蚊。位置 Q 一搭二派17蚊，二搭四派156.5，一搭四派95蚊。跑第四名就九号啊，年年有型。时间1分09秒正啊！睇下张相啊，头先第三四名都近啊，第三就四号，第四名九号啦。真系全部都弹起啊！嗰、那个雷头先啱啱，连嗰啲白鹭咧都飞起晒，全部啲雀仔一次过飞起晒啦。原本个草度弹起晒，睇只马都几劲头先。你真系好大声吓！因为好突然，系啊，佢一闪完嗰下即刻响啦，已经系，大家都好惊啊！啲马迷都即刻离开，避一避先啊，入翻啲有阿姐头地方。啊，就嚟落雨啦！嗱，
臨尾啲飛嘢勁啊！呢只哇，仲有十倍，佢一入閘嗰即刻嚟。球星上季都犀利啦，三歲都贏千四啊！咁睇狀態，我都話呢只 fit 佢一啦、嗯，但係都短啲噶嘛。一號咧，潘頓出嚟望下睄下彈幕，你見到啲佢以為贏㗎啦，都耍耍，點知只出邊？都兩三個馬位啦，甩咗。係咯，追咁多。係未打開正門喎，馬房。睇下四年雲雨嘅派彩，一號、二號、四號、九號派277元。四重彩預計派彩啦，二號、一號、四號、九號順序派8035元。誒，博文摸兩面喎。咁佢真係好唔舒服咯。唔舒服，更加唔舒服，更加唔舒服添。即係今晚睇完賽果仲唔舒服，仲要人際啊，因為捧杯添，去睇睇咯，人際咯，唔使去人際咁。咁啊，大 EQ 啦，咁啊，扭一扭啊，獨贏啊，二重彩又分啲，係咯，二重彩啊，多好多，145。即係呢啲場合係咪衰啊？係嘛？睇咩馬啊？係嘛？楊明倫啊，楊明倫啦、啊，即係睇人哋嘅試習師都唔好做咩啦。係咯。我第三啦又，咪咯，咪至 Q 到啊，好得意嘅呢啲場合咧，有啲熱門啊，梗係通常都係楊明倫嘅啦，好鬥志啊，嚇！都好彩噶啦，唔係頭先嗰下雷聲咧，喺跑緊嘅時候出現啊，如果唔係，可能有啲馬有啲驚閃都唔定嘅。因為突然間真係好大聲，球星都閃啦，甩開個助手頭先咯，係啊，翻到嚟。不過你都見到阿艾杜拉公架啊，真係有機會爭勝嘅時候啊，嗰啲腳都喐埋。好，跟住就準備個頒獎啦，人際杯。好，恭喜馬主啦！香港足球會團體越嚟越進步啊！呢只球星，而家要可能啲馬販啊，揾下阿媽仲有身邊幾隻仔啊，賣嚟香港咯，可以一隻陽光勇士，一隻球星啊，兩隻都咁犀利，都好叻。JP, Undersecretary for Commer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, has presented the Yan Chai Trophy to Hong Kong Football Club.AC 咁啊，贏翻馬啦！都係打快工啊 ，AC 六 win 啊，一路都好順啊！艾杜拿都唔錯啊，啄下啄下，中華聖景啊，呢隻球星啊，換咗佢都照掂。都係益翻鄉里啫，阿湯寶新、艾杜拿。好，睇完个颁奖啦，再一次恭喜马主。睇翻巡逻影片啦，起步大家都平排咁约出嘅，比较快啲咧就系外边嗰一对马，年年有型啦，同埋天天同乐。Michael 啊，后杨明伦啦，我后潘明辉都系呢啲骑师好斗志啊，3344咧，成日都见到佢哋嘅。咁啊，第二位啊，戴白鼻箍啦，呢只系天天同乐。埋边风采人生咧，都比预期跟得前嘅。跟住啊，骏马为伍第四啦。第五就是灰馬德薩斯，跟住就球星啦。超霸性咧都要睇下佢有冇啲咩事啊，賽後報告。內欄咧就是、新約飛，包尾就加飛凡嘅。不過呢度一路跟一路都擺側個馬頭啊，好似跟得唔係好順咁啊，沿途都前面啊走啦，都係睇下天天同樂啦。呢度出咗嚟，即係重磅啊，忍耐啲啦，諗住啊。咁都未開始騎嘅，咁呢度都拍住年年有型啦，過噶啦，睄下後面有咩馬追嘅啫。係咯，睇下潘頓咧，隻個頭都望下大幕噶，一路睄住噶，都以為呢度輕鬆一騎應該有啦，甩開咗，
哇，外边嚟啦，艾杜拿，艾杜拿嚟啦，弊啦，好劲啊！出边嗰个噼里啪啦咁，开始潘顿都掹条鞭出嚟啦。好啦，第七场都福邦完毕，排彩作实啦。位置 Q 一搭二排$17，二搭四排156.5，一搭四排$95。二重彩啦，二号一号顺序排$145。四连环一号、二号、四号、九号派$277。四重彩二号、一号、四号、九号顺序派$8,035。马步派彩啊，头关九号美军二号派$2,372.5，头关九号美军一号安慰奖派$82。分段时间头段24:15，第二段22:44，末段22:41，总时间1分09秒正，接近标准时间。